原来是为母养女子在此一面痛苦，不知为了何事待我疯来。看天色将晚，我还是赶路要紧。听他哭得如此悲伤，定有万分委屈，岂能不恨不分？小娘子，小娘子，因我在此地哭，小娘子，你休要害怕，我乃是进京赴考的秀才。遇到是危难相助，乃是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眼睛，我定说与你分有结成君子。君子，你看这是什么？乃是一种羊，是非神仙之羊，是乃金屋隐玉的愚公，是是是来，小娘子，你我也并非人间之女。京都洞庭，也在西宫，也在东楼。
我咋算数？岂不是把大辈子的来耽误？为百姓和杀女官将我弄康，不争心计功名把你。君子堂，我只能。
我乃是曾经秀才，受你家公主之托，前来传递家书。哦，并有约转为宾。上客既来者数，只管大胆随我杀公去吧。在岸边探头。
怎么讲？他不再是龙宫夫人，而是一名磨洋女奴。他同我到了雪莱家属，大王夫人请看。是是。
爷弟，谢谢小子，你万事为点去了。哎，嫂嫂，快讲我侄女怎么样了？今日三女小事到此，嫂嫂请客。此事何生传来？是为神见血债。与亲血债，我要灭文于他。与亲血债，一定不闻也怕。哎，你就是传说的秀才？真是秀才秀才，此乃本王子弟呼龙剑郎君子也。原来是二大王是金莲秀才。我曾经猜金何样，是你亲眼所见的吗？不错，是小生亲眼所见。他究竟怎么样了？哎呀，二位大王永别讲。请公主三千神来。哎呀，对呀，但
写来不用，这纸上字字句句照本你，留你我官员把这最愿意送回这不是家书一字啊谁上西上上清为你内领你上西上有酒家不能上去牛的雷顶怒下怕是非为民生为法农民怪文书劝你还是生生生你龙是你你莫管你命是我你修文你变成神你成神光彩模样免费受千军受
王算是发兵之才，正小女家事奉养。小女疼啊，全靠刘秀才千里传书，而本王却临危旦将，如今想来这就何也？本王敬刘秀才一杯，以表谢意。谢大王。刘秀才，请，请，请。大夫人，秀才是赐他恩他的里应侯茂，大力成长。多谢大王夫人。
亲了不起呀、啊！此恩不图报，怎来救人之冤？留你离家十九，身空老母盼望，就此告辞。慢，既然是此，就让我臣女当面谢过许才，这总不给太子了吧？对对，那就让公主上殿拜见秀才，有请公主上殿，也请公主上殿。
但令爹娘做主。忠义忠义也万古忠义。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呀呀呀！我这个糊涂美人，竟忘了文姑兄长。啊，兄长，这桩婚事你同意吗？哎嘿，千万联姻是我舍得。对呀，现在是此当大的，女婿配他，那是天经地义。我言若地将才是我承担。是啊。村内一家万户，偏执成几家园，草野山村，县官虽好，妇女高攀，万方县当君身为人民尊。哦，莫非家主已有妻室？不不不，小生并非官配。那你为何不答应？为何不答应？哼，此次。美满血肉竟算一刻未尽，莫非是藐视老公，轻慢本王不成？听谢郎君之言，果然是有相将之意。哼，俺秉性耿直，言出之山，神我在身，你我在王。你可知我举身之间，便可翻江倒海。
你难道不知我的礼仪？太子，贤弟，秀才，你笑什么？向大王，跨九州，尝五用，特进书，走九路，终于神机好计，怎能与大王相比？谁知你今为婚姻，皇家为妻，岂是英勇之所为？这相由你说完苏东丁，无非是觊觎你们，杀去了公主，岂非世人多暴？世人你能当我非为君子，实乃小人也。这个遇到是茫然苦力不可救，你是可杀不可走，杀要见杀，就此起别。才秀囊本王神言了，爷弟你太鲁莽了，陪本王去修在海里。爷秀才放在眼里都有保安，得罪得罪，多谢二位大王深情款待，今将我年满且天上肚皮，留你早已关心之前，就此拜别，送返神间。秀才自小思乡心切，本王也不便讲了。来呀，你长子后为刘秀才送迎。心愿已了，不管久留陷阱，就此告辞。君子，君子，女儿，母亲，君子高风亮节，令人敬佩，用你儿送他一程。
次公主请君子饮。
娘亲民族，表心情。
君子千里寻素锦，给宽
劝君子明明跟你救啊救一愿意你来来再想啊如何从今
巧心无谁等大欢天喜地中大欢天喜地中杀不回来，我别去拆掉他的龙王庙。哎呀呀，那龙王菩萨岂不要生我的气了么？哎呦，哎，那龙王菩萨向你派亲，还来不及，又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和我派亲是啊。哎呀，见大哥啊，你又在说笑话了。亲家们，对玲珑一回来呀，我们这位师君可是喝定了。哎，母亲，母亲，母亲，我为你，我为你，母亲，儿为难了，真的是我儿为难了，你要为娘好好的宽宽。Thank you.
清源，你难道不晓得？哦，母亲所生功名之事，孩儿不孝，此番独中难过，命你进京赴考。三姑不但相貌端庄，而且心地善良，因此我已与他说不见那把上帝，就让你与三姑喜结良缘。你呀，就等着做新郎官吧。母亲，孩儿禀命，向着荒配。儿啊，儿啊。那简单把我三姑对为娘恩重至上，这张亲事你不答应也要答应，亲家母。哎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儿啊，来来来，快请过你两位恩人。哦，恩人来了啊！两位恩人在上，请随留你一拜。不必不必，刘大哥。儿啊，为娘早就说过，只要你一看到他呀，你就不会追难了。母亲，你说的就是他。是啊，伺候为娘眼睛的贵人就是他呀。怎么我三娘四次相见？
明明听到三娘在喊我。三娘，哎，三娘她是谁呀？她，这个那……哎呀，什么这个那个的？她到底是哪家小姐？我不相信，姓子名在家是何方？你倒是夸谁？你倒是夸强呀！哦，我明白了。
前，我一家万夫是何战士险境？再说，三哥，你是好了家母的眼命，是次大恩大德，留你我正为亲房。哎，像我三哥为大妈治病，无非出于仁义，想要大哥相去，岂非施恩自报，施仁义人而道我非为君子，而实乃小人也。他说的，怎么和我说的，竟然一模一样啊？难道？要是四号大妈眼病的不是我三姑，是三娘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明知啊明知，要是三娘三姑同为一人，那该多好啊！
爹。